我都说了这不是我的错。谁叫你乱乱拍车？小姐，这不是我的错好不好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我去银行拿钱。我去银行拿钱出来的时候，警察就已经超。其实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交学费，你没有把我的话听在心里，整天对着那烂电脑。什么烂电脑？你可以找好来嘛。烂电脑，我也是有我功课要做啊。你在靠你不可以自己做。对，我有我的东西要处理的咯。气人。好一个自己的东西自己做，既然对我这样有意见的话，分手啊！你干嘛凶他？他这好心提醒你吧，啊？骂他做什么？错的是你，知道吗？自己应该反省，应该骂人，怪人家干嘛？I'm also 大哥啦 ，give me a facing 啦，哈 ，just leave me a girlfriend go， OK？ 玩的笑话啦嘛，玩的 bastard， bastard， you call me bastard， why talking about bastard？